由周柏豪、刘心悠主演的电影《小姐又新十日》举行拜神仪式，才刚在另一部电影中鬼上身，引诱张家辉的心悠，今次又要在片中为了生小孩色诱自己的老公周柏豪，更使出角色扮演的招数，足以令柏豪欲火焚身。系咪会有啲床戏啊、激嘴啊嗰啲咁？这个现在告诉大家，这是有的，对对。激唔激啊？对我来说，就是很激动的。对，因为他就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演员，真的。因为好像就没有什么彩排，然后一 roll 那个 camera 已经很快很顺利已经拍完。还想彩排？女神才没这么傻呢，老是吃亏当主动的一方，心悠也会尴尬吧。不会耶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尊重对方，然后位置啊什么都是试到大家很舒服的，或是很 comfortable 的姿势，所以还好，我不会尴尬。对，虽然因为忙于拍戏感情空窗，但若是遇上心仪的对象，心悠会主动出击吗？我可能会哦，我可能会。对，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